有琼瑶女士说已经有答应潘局长说要担任那个总顾问啊，爱情产业。真的吗？太好了。韩国瑜的眼睛一亮，就像得到千军万马的朱莉。过两天我会拜访琼瑶女士，琼瑶女士也愿意来帮我们爱情产业链来做我们的一些宣导啊，一些认同啊，我觉得非常的好。高雄显然快变成爱情之都了。会支持他，他很诚恳，他真的想要为台湾做一点事。不会演自己就是韩粉。原本就职典礼当天，琼瑶也打算亲眼见证韩总的爱情产业链。虽然因为身体不适缺席，但现在琼瑶首肯担任总顾问，助韩总一臂之力。我很欣赏他，愿意支援他是看他需要我怎么样支援。韩国瑜就职典礼时，大批民众排队到地美食，将爱河街道挤得水泄不通。而下个月即将登场的高雄灯会也在爱河举办，开场秀请来霹雳布袋戏，倒数第二天重头戏明华园布袋戏，闭幕压轴秀则请来艺人白冰冰重现曾在高雄火红一时的蓝宝石和喜相逢歌厅秀。我们想要打造一个老台湾，就是当传统跟现代遇到，昨天跟明天交汇，历史跟现在交融的一个高雄灯会。用心打造高雄灯会，就是要吸引大批人潮，带动爱河观光，跟着韩流发大财。记者综合报道。